四川有一道名菜，你知道吗？它有这么一谚语，叫做少着水，慢着火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什么菜？那个肘子。没错，就是它，东坡肘子，梅州东坡同款的东坡肘子，这回啊给您备上了。这肘子我跟你说，全是选择这个两斤多的前肘，哎，真是小火慢炖，配上秘制酱料，这味道啊，我跟你说，那叫一个字儿，太地道了，而且和门店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呈现。来，光一个肘子够吗？不行，在郝大厨直播的时候啊，必须得有优惠，必须得给老铁谋福利。来，我再送您一盒180克的午餐肉，直接切片的啊，午餐肉开袋计时。我上次买的都没送这两个。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是只有郝大厨直播时段才有这个优惠价格，才有这个优惠力度。想要肘子的老铁们啊，点击主页预约直播，2月26号来我直播间啊。